后呢，可以用来遮挡脸部。如果有那个消毒水，比如说像滴露啊，或者是这种消毒液，把它兑的稀释一点，擦拭就好，不要用酒精喷洒的方式在车内进行消毒哈。嗯，另外呢，如果说在这个。我向大家推荐沃克净水机，这款净水机可以让我们每一位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沃克净水机正在全国员工开展体温检测，同时建立一个可疑症状报告电话。只要10分钟，50岁以上更可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070有份儿。400070-5929。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北京时间11: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教育部网站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071万。据了解，今年起原有高校自主招。一起来复一下上午的盘，观察一下。做好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明确时间节点。新逐步上移的态势。截止到今天中午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涨0.3%，成交1310亿元。深证成分指数午盘报。
进行摸底和诊断，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明天，疫情快报。基于四川省刚才提到中国移民此刻，四川省上新发布的疫情防控学校开学工作指导手。各多间隔调整后，需佩戴口罩，与佩戴装在校内的一切活动以班级为单元隔离管。从所开始增加一个预期，希望至少能够拉卫生要加固管理条例。分类指数方面，今天大类行业指数电子和电力估计这一系列的个股呢都是封在了涨停板的。渴望四月一号正式宣布股市三大股指均已下跌告别三月。指数跌势，该指数在今年季度跌幅。爱戴的研究师，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女生三重唱和男生合唱《我们的国旗》。第二段歌词大意如下：豪情满怀，昂首挺胸，我们为你放声歌唱。国旗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永恒的未来。这疆土的精神和气概澎湃在你的旗面上，你的那红五星好灿烂，化作胜利光芒四射。我们热爱你，我们光辉的国旗，愿你飘扬与天地共存同辉。Técnicos de la planta, bajo la ayuda del colectivo técnico profesional, resuelven perfectamente.国家卫健委昨天首次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截至3月30号24点，现有的发布情况来看，目前的监测和研究。无症状感染者的开展进一步的科学研究。Oh, oh, oh.
行疫情的调查，但是传染源的追踪，次是源的追踪，次是呢病的人员进行检测。无